醉春风，我醉春风，处处见面让人寂寂心动，情网中看不一样的天空，我张开心胸，无情的人笑我痴，我笑无情人懵懂，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前辈说，你们五个不配跟他比拳，除非先胜得过我，再跟他老人家动手不迟。你小子是什么东西？今天让你知道崆峒派七伤拳的厉害。人生五行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脾属土，肝属木，再加阴阳二气，一练七伤，七者皆伤。这是我派七伤拳谱总纲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七伤拳的拳功，每练深一层，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伤害，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。以晚辈的拙见，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到家。英老前辈，你先歇息吧，这一仗晚辈代劳了。小兄弟，多加小心呐、小子，太看不起我们崆峒派了。大哥，少跟这小子啰嗦。看拳掌，乾坤大挪移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，他不可能会我明教的无上心法，可他能把对方的拳劲移走，这分明又是乾坤大挪移啊。爹，就算是乾坤大挪移，没有足够的内力是不能运用自如的。爹，不要再乱猜了，待会儿等他打完了过来问他一下不就得了。您老前辈，这一阵没让你失望，先撑下场面了。还有高手，乔峰，乔帮主，不知前辈有何见教？我今天来只想救一个人，放了他。你知不知道什么事？当当当当当当，什么当当当？就是，哎，干什么？走了。是啊，
里啊？回家。然后呢？上班哦。上班行不行啊？不上班你养我。又怎么啦？我养你啊。你先养好你自己吧，傻瓜。